为什么没玩中国？啊？谁玩中国？去玩、啊，去玩中国。好，我们来看 JUI 玩中国。听说他也是十六国精通。欧金还是西班牙？欧金一国精通。人家练的是霹雳一闪，好不好？只专精一招，专精一招就要成为世界最强。西班牙教堂炮，别说了，那都是泪啊！看到了，两边都看到了。哇，这个 Jew 一开始就在抢牛啊！你看这个走的地方就知道了，这是抢牛啊！抢牛大战，抢牛大战，中国抢牛，还没选。你觉得 JUI 会用什么开局啊？十六村吧。我觉得是两村落。对啊，就十六村啊，十六村啊。他好像。他是不习惯用 TP 开啊，我也不喜欢 TP 开，我觉得 TP 开经济太差了，很强好吗？停着吧，对对对。他刚刚是打到八十木嘛？对啊，这个啊，这个，对啊，北方难民。我觉得他这样直接开始养。他这卡牌就很丑化中国人啊！中国人的村卡就叫难民卡。波比有比较好的翻译吗？比如说迁徙民或是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可以吧？为什么为了义和团啊？他就强嘛 ，TC 卡 ，TC 卡，对啊，强啊！连那个 CINK 都说这张可以放啊，很强欸，是吗？对啊，你没看 CINK 的教学，罚你去重看。假的，哇！欧金拿到了半座房子，十五。这是要干嘛？他这是要干嘛？他拿到一个加人口上限的卡吧？等一下，这是要干嘛？这是要教堂吗？这是要教堂吧？有可能哦。你看他们有盖房子啊，有可能吗？没有盖房子就是要教堂招啊。对啊，肯定啊。让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教堂招。啊，发呆。这场如果打得不错，就可以看一下。这怎么盖这么外面啊？不知道，可能 JUI 不知道那个可以开在家里吧。当视野吗？可能刚才被打吧，不知道，没看到。哇，十七村哦，还是不怕被快攻哎？不对，十六村，十六村啊，这个算一人口吗？还是有啊，那算一人口啊，八百肉了，颐和园，一定的吧？四村颐和园啊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，搞不好他又要玩战术搞那个欧金啊，白塔、哦。白塔要配合寺院的升级啊，不然没什么用、啊。天坛也不错啊，盖个天坛，对不对？有农就可以一直爆经济，对不对？两张了，那卡很多啊，不用怕。这应该是教堂招，没什么问题。直接经济卡打完发教堂卡了。哦，已经上时代了，时间是四分出。好，停。采金矿。哇，两百木哎，停得真好。直接开 TP， 然后采金矿。他怎么没有用那个进村落再出来？他这样绕一圈，还被自己的牛卡住。他开 TP，、啊、所以他要上时代。上、啊，肯定上啊，肯定直升啊。配置就直升配置啊，
没有啊，半直升也是这样啊，都可以啦，不是盖 TP， 是盖军营就是了。是啊，他这个等一下700金一打，我就知道他要上时代了，除非他打700木嘛，也可以打7草马，整天都只想发草马骚扰人家。哇，漏往外面赶 ，No。他五分出上时代还好，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怎么都猜错了，九戳戳，玩什么？他要猜 TP 啦，他要猜 TP， 我知道，他要猜 TP， 猜 TP 也用草马就好了，干嘛用这个？欧金升级，他是选这个哎、欸，欧金升级是选500肉吧？没看到他的塔，应该是500肉。欧金不知道点时代了没？点了，没。啊，教堂招啦！哦，他已经升了啦，他已经在升。可以啦，我可以发这个啦。我就说，世纪三决定版真正哦，真正的教堂招流程。我开局看到我就说一定是教堂招啦，我开局看到就知道。嗯，啊，怎么是这边？他想干嘛？哎、欸，哦，再来一塔200金啦！为什么他显示地图那个红点那么不明显呢、啊？我以为那红点是那个狗、欸、动物，我以为是动物之类的。那个跟动物的点太像了，不愧是 JY 有发现。他图被控，所以想烧掉。对对对，所以才不是发草嘛，他发戳戳。对啊， okay， 这一定会被烧的啦。合理，这个合理，这个合理。看你加下来。这样故事一切都说得通了。哦，他要直升。发了什么？700金、啊，700金在哪了？准备好了。对，这肉也太多。还好了，还行。哎、欸、哦，不顺便打宝吗？他怕打不赢吧？不会啦。哎、欸，他只有戳戳呢。啊，村民空闲。哦，有了。然后盖孔庙。孔庙合理啊，经典的中国 FF。只是升级真的是颇慢啊，都已经要七分钟了，才要放下去。你看这个军营谱的位置就是有点太教堂被抓到，没有看到，视野偏小。那是军营还是教堂？教堂。哎、okay ，差一点就抓到，哦、不是选四吗？黄金上时代了。现在好像流行选毛兵，然后暴力的那个爆发流，然后配二炮，就一直打毛兵卡。因为现在无限，无限很强。二炮啊！二炮，然后再点那个，准备点二炮，点教堂卡，几兵也教堂护卫几兵，可以耶，因为那个芒果园还蛮好用的，这样其实也是不错。嗯。出现了，JY 赶快捞跑，村民捞跑。哇，好像有点送、欸，被点掉。哇，这样可以一直哦、喔。可以啊，因为是 J 连，因为是连弩真的做坏。伞兵之王，时代二的伞兵之王，你看小球，围墙啊。哦，火神枪，火神枪出来。啊，选孔庙，选孔庙。八分钟了，八分钟了，二炮应该要来了。像西班牙难打，有炮啊，西班牙有炮。他炮嘞，都好慢哦。看一下欧金鸟会发什么。卡人口了啦，因为要出那个教堂兵卡人口。就这一波了。城堡。没有市场，不是城堡。这一边也卡龙口，两边都在卡龙口。那升级那个就可以，这个就没有切掩护。哇，失误，没切掩护。这个也没切，这不用切了。血太少了，不用切，这不用切了。顶进去啊！别跟他客气。
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流星锤，头炮，我再转再转，有固定有固定，哦，有点亏哦，这波有点亏哦，这个市场盖的不错，对，有卡到那个位，只是那个民兵没有赶快打掉，有点烦，他流星锤都要快要出来了。有，你看，直接瞬间第一枪，直接第一枪比较好。啊，这个炮死定了！哇，流星锤被粘到了，被贴到了。流星锤打炮太痛，英雄也往上贴、欸。啊，可是这个还是要被 TC 射死，对，会被 TC 射死。然后那个弟子还死掉，还在那边打拳，不知道在干嘛。那个 bug 啊，睡梦罗汉拳，睡梦罗汉拳。炮怎么还没爆？宝马，哇！宝马可以，宝马可以，宝马可以，这波很强。中国超怕这个东西，超怕这个的，一刀一只，超怕这个东西。哎，别贴应天毛啊！啊天啊呀，被卡到，被卡位了。应天虽然说还是会赢啊，对，会赢。只是应天有点亏，就是一半。哦 ，JUI 这操作太牛了 ，JUI。直接化险为夷耶！这个控兵真的很到位、啊。哇，美丽了、啊！他一直卡，他想要打，可是会一直绕。村民去卡。对，超扯这个操作。天哪！不给你杀。可是那是对毛马才有用，因为毛马打村不太痛。对。对啊。嗯，哎、欸，要升十代四哦，要升十代四哦，资源不够啊，十四村的经济你要怎么升十代四啦？天哪、啊，你以为你有动物可以吃吗？也没有啊，天哪、啊，欧金，这要带这个哎、欸，欧金真的是紧张了，啊，带这个，可以啊，再加羚羊很强，再加羚羊强，没有问题。哦，他刚发满洲是不是？他经济真好，对，他现在选满洲了。刚刚是发十，刚刚是选长刀，现在换满洲。对，可以可以，满洲比长刀强太多。对啊，这个要上，这要上时代啊！不行啊，十四农的经济真的是拼死上时代。十四农是开局的。哦天哪，真是为欧金节哀。有堡垒。可是这个经济隔上去也没有用啊！天哪，哎、欸。为什么反而经济反超啊？这分数怎么反超啊？谁知道呢？中国没肉了。是中国没肉了。嗯，因为刚刚都在挖金矿。不过现在中国很能打，一堆兵。那应该会分数会变吧？可以啊，分数肯定变了。变了，变了。哦，打一个大宝、哦、可以哦，这个不错哎，这可以，真的可以升时代。欧金这个打法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他要逆转战局了。而且这个东西拆成超慢，这些东西拆成超慢，还有个堡垒在这。对，稳。哎、欸，堡垒盖好有印象。他没按，按满了。哎、欸，没按。啊、哦，点了，点了，点了。点什么？我看一下。War Minister， 这是在做堡垒吗？在做，是在做堡垒吗？这好像是在做堡垒吧，对不对？有可能，非常有可能。他等一下发一千肉一千木，顶着。一千肉发过了，哇！那只能再发一千木了。哇！等一下，这到底要怎么革命啦、啊？这怎么革啊？就十一村，可怜。没有肉啊，没有肉啊，怎么割？零，肉是零，零。没有肉，零。有木啦，没有肉。对吧、啊？他采果树，采果树了，可以可以。这要吃到民国几年？一千五，对啊，他隔这要是革命，隔着出来才应该是来不及了。大军压境要来了。大军压境了，不太妙。神火飞要来了。哇！直接拆 TC， 你以为 JY 想不到你在干嘛吗？
欸，有长刀欸。直接前置，前置领事官。他要出炸药桶了，JY刚刚有讲，他说他这一场出炸药桶。打得太痒了。我已经快不行了，一千木来了，不敢出来，他可以派一村出来。哦，原来是蓝朵的选项，是蓝朵，哇哦，贴到贴到，也真的很惨，哇，被秒杀，要死光了。我以为是在做堡垒，还可以啊，可以。我忘了他这样没有东西可以拆了，因为这些东西拆太慢了，很亏。现在是肉的问题，没有一千肉，没有肉啊。但是他是有炸药桶，对，他等一下会点炸药桶。可以看一下，看 JY 那边的，对啊，在跑了。然后后来这边欧金就投了吧，一次看他就投了，啊，投了。这UI 刚好炸药桶研发完成，可惜啊。不过这一场这UI 真的是太秀了，刚好可以让我们看到怎么破解这个教堂招的打法，大家学一下，蛮不错的。还有吗？这个 UI 还有丢记录档吗？没了，好像